挝的塔塔伦，塔塔伦，对，是我们老挝的市中心。市中心，市中心。好，谢谢希拉，谢谢。谢谢怎么说？靠仔，靠仔。各位合伙人，老挝原本是有十件货品，大家来了三组，所以你们每个人就可以得到三件货品。那富裕那一样，是不是大家可以匀一下？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在老挝完成一项任务，获胜的这一组可以获得多出来的那件货品。太好了！那两个人在休息吗？那两组人？柬埔寨有四件货品，所以你们每组就可以获得两件。那么除此之外，在这个任务对决中胜出的队伍可以再额外获得一件。明白了啊？凭什么？他们一共不就四件吗？怎么又多出来一件？游戏多一件呀。哦，那我们游戏应该多两件。对啊。多三件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我们技术摆在那的啊。我觉得是不公平。不公平就这样了。放气比赛，最先把气球放进背包的队伍可以获得更多的货物。任务就是放弃这个比赛。哦，这个事情我们两个最在行。很适合我的一个游戏啊。此放气非彼放气。 OK， 是放气体的气。哦，那郑恺合适，郑恺合适，他擅长，无人能敌，垄断权威。请裁判为大家上气球和背包。那个是不是坐上去比较快？那我觉得，我真累呀。那你们岂不是一秒就赢了？那是啊。怎么个放法？哇，这个书包也太小了吧。好，我们为了公平起见，大家都先解开住捏住啊，然后我们统一开始，好吧？你先解那扣，你假装解扣，我就在后面扎着你。这玩意儿不是，它不是气球，你摸摸它有多厚，这孔还大一点，你觉得那个孔能快得过这玩意儿吗？这塞子能拧吗？不要拧塞子，直打结就行了。能扎它吗？你看他表情，这没什么特别多的技术吧？我理解，这跟体重有关，我觉得。我觉得这个项目我有优势。你太有优势了。放弃比赛，请准备。不着急，稳住，稳住。哎，放开，再放开。你不是你！哎呦我的天！我的天，咱俩得一起，大哥。这玩意儿怎么粘住了？对呀，它粘住了。我去，我去，他们好快。好凉快啊！因为流量太小了。哇，他们好快。你们是不是作弊了？没有啊，不可能差这么远。我转头的时候还很大，突然啊，开始装包了。我检查一下。只差啥？干嘛？我们现在都装进去了。给我检查一下。你先等会儿，先等他宣布完，我慢慢检查。不行，我检查一下。谁让你检查了？我检查一下。别管我们什么。哎，破这么大个洞，没有说是不是赢了？综艺节目吧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，不公平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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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一轮，一定会再来一轮，那肯定的。对，那破了呀，那也是我们自己给弄破的，给你放在 Z 世界上。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始。我俩一点重量都没有，那你们有活力啊！哇，谢谢你。来吧。哦。来吧，好累啊！来，准备啊！这个流量怎么也这么小啊？我上去了，你别堵那口，堵口堵点口了！哎呦呦，哎呦，哎呦呦，哎呦！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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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
然后整个人在这上面，有100多斤，应该够快吧？对。不是你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们有希望，把那个书包拿好，从这里开始卷，对，卷。啊，快放啊 ！OK，OK， 差不多。这怎么就 OK 了？拿包，拿包，快拿包，快拿包！啊，他们怎么这么快？重量级选手，差不多吧。早呢，早呢。好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！怎么还有那么多气？我感觉这个游戏是为我们这种设计。两个重量级选手，快速的完成了这一趴，真的不公平。恭喜两位，可以额外获得一件水果，也不知道值不值得高兴。那边也是放弃游戏啊？对，也是放弃游戏，那沙溢肯定赢了。我去，气没开呀、啊，开没开呀、啊、这？啊！哇，这个根本就动不了。沙哥有优势哎！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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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，减肥了现在，优势也不是那么大了。沙哥唯一放弃了自己最有优势的一次。哎呦我！那行，OK， 哎哥，等等啊，等会儿我给你赶一赶。你快点啊！不着急不着急。再往那边挨。你就把那背包拿来，快点！妈呀，他俩那么快！快点，把背包拿来！快，背包！不行不行，还没放。你这个，来，过去啊，过去啊！拉开！我去，我去，这么小个包呢？怎么？我去，这怎么拉不上？还没放干呢。快来，我觉得可以了，可以。可以，我们可以慢慢拉，慢慢拉，慢点拉，我们要优雅，要漂亮，要给人一点，要给人家一点机会，我们还没有拉好哦，我还等你们呢，慢慢拉，慢慢拉，好了，没事，游戏还没有结束呢，游戏还没有结束呢，哎呀，你缠到我的手了，哎呀，慢一点，啊，我知道。一会儿输了，快点！不是，这拉锁坏了，就是坏了，没事，没事，那也他们快。咱俩咋干啥不行呢？恭喜雨琦和周深，大哥没想到吧，把自己的优势给捡没了，差哪儿呢？那么接下来大家去捕获区来抽取你们各自的水果，你们一开始自营的货品两件都已经在箱子里了，哦，就是自己有的那个水果。晨哥，你们可以抽取4件，另外的两组每组抽3件。走，路。除了水果之外，箱子里还有一些特殊的谈判道具。谈判道具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会有一些优势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他，这是个好东西。哎呀，可以啊，那我们垄断了。我们这个，哎呦，这啥意思？分组，都收起来。啊？垄断。哦，摆箱子吧。哦，又是一个。我们今天跟这个有缘，对，因为我擅长禁止别人干事情。好，这咋还嘚瑟了？像偷东西似的呢？你就正常的拿就完了。
挺好。大家第一次的捕获就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将进行第一次抢订单的谈判。这么快就要回国？我们还没玩完呢。还没有签证时间长呢。这趟行程有点仓促。咱今天还能反转吗？必须。你要不反转，断了我的综艺之路，我告诉你。走吧，回国了。走吧，回国了。你们谁赢了？我们赢了呀！这就是个体重游戏。